补位。胜，又是胜 ，nice， I love it。那希望 P 4可以追狙了。那下次实况看比赛不行吧？不是不能补别的。而且你们，我这样会跟你们延迟啊。妙怪手表示游戏有趣，动画性。出来呢，都已经不知道几百只了。你有带龙吗？可是封面上的奶绿是森林蜥蜴，不是吗？你喜欢热带龙？你喜欢热带龙还是森林蜥蜴啊？欸，P3是傻炮欸，带点燃 ，really， really， Don't you trust me？ 啊，对面江哥应该是 Ike， 中路布拉格斯，希望我不要误判他的伤害太低。有时候会这样，职业撒泼现在都在点燃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点燃迟早有一天会削弱啊。会变成点燃太强，不是吗？好像也不是，还是说应该要 buff 虚弱，可虚弱也很猛啊，点燃打线强才对。就从上路艾克中路吗？也是有可能。都喜欢，可是现在比较喜欢热带龙。左右点不是有个累积步数，可是我只要按一个上就可以啦。我在这个点，在这个点按住上，它就会自己转弯，然后自己跑了。哎，怎样 ？AP， 想看最后一个造型吗？好，你都说了，我就选吧。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证有色维出现的那一刻呢？热带龙里面的声音到底？动画里 ？Serious？ 哎，对了，我有点好奇啊 ，XY 里面跟他的好感好的话，啊，你被骗了。What the fuck？ 是要逼我拿出秘密武器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没有。被逼哦！干什么？被哪里耶？干嘛？按错了，突然跑来看个地址。被哪里哦？被哪里要怎么办啊？还有什么拿得出台面的 AP 吗？我想想，原本想要刚一瞬间脑海里面想，不然 Top 也可以，可是回头一看 P2
九位姐姐，干嘛？你们阿里还会打中吗？你要吗？会是，会是，会是会，但会带着悲伤的心情。现在中路还可以玩谁啊？戴安娜、Fox。哦，我真的是很久没有玩阿里以外的中路了呢。辛朵拉吗？辛朵拉现在好像也还好。不然玩匿名怎么样？皎月女神。其实戴安娜我没有很会玩。但是如果要玩也是可以啦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玩的中路。啊，其实我很喜欢妮妮，也不是很喜欢啊。Lady Lucky Smiling。匿名吧，就匿名吧。匿名的话，我就不点这个了，就点这样。匿名的话，我想带跑速，带跑速好了。死哥别好胜啦，会是会啦，不强啦。索拉砍你个头啦！哎呦，一鸟出现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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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儿吊打？这个匿名蛮好看的，是色尾吗？匿名怎么没有？有没有传说造型啊？没有。谁呀？你怎么长成这样了？很不像你呢。冰鸟，冰鸟的话就变成，冰鸟的话就会变成，可能护农等装狗吧。本来说我们两个很难互杀。玩炸弹人其实也可以啦，但是我还是想玩这个。我现在很小吗？然后再把音乐调小。既然有人反应的话。希望不要抽错牌，应该不会啦。那摩根那的造型好好看啊、喔！战争英雄，对吧、啊？六等拳应该是没办法对对方做什么。而且我又带了一堆跑速，我才不相信你磕到我。看不到，因为还没开始。
开始我就放回去了。哎、欸，开始了，这么快，这么快，这么快，很慢。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嗯，打冰鸟，打冰鸟需要多少阶吗？打冰鸟，打冰鸟，打冰鸟好像也不需要鞋子啊。哇，不知道出什么、欸，找哪儿了？找平常出吧。不然原本想出一鞋一眼，一鞋一眼一水，一鞋一眼还可以带水吗？三二五四百，四三五，一开始的钱是多少？四百七，哎够哎。It's my lucky day. They're my lucky day. 买鞋干嘛？因为没有必要买其他的啊，那就买这些跑速快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是不买鞋也不知道买什么，买突然间好像也没必要啊。真的没必要啊！我一个摸，我有 W 啊，然后前期除了 gank， 而且又是一大胜啊，我更不应该买一段剑。All in the cards， 真是一大胜啊！那我让冰鸟难看了。黑冰，哥哥 ，pick a card。冰鸟有个缺点，算是蛮致命的缺点，就是他前期非常的吃冰非常困难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冰推到塔下，他就会悲剧一半。再加上啊靠腰，我发现我自己吃冰也蛮困难的。哎，不是吧？他这样一直丢会没魔，除非你带水晶灵药，没有。好了，把兵堆到塔下啦。再加上前期是一大师根本动不了我一根汗毛啊。Don't mind if I do。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兵推到塔下就对了。Shit。Doing it。那时不时还可以丢他个。时不时还可以丢他个卡牌有没有？Just the luck of the draw. 可以丢一下嘛，对嘛，根本不用怕被gank啊。Looking good. 这样都刷得到你。哦，快没魔了，丢不到的啦，放弃吧。真的假的？伊达斯去 gank 了吗？哎、欸，点错兵。It's my lucky day。你真的太好中喽，这样不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抹那么多啊？我不懂哎、欸，他可以一直丢 Q 吃兵哎、欸，这是我认识的冰鸟吗？I'm sure。 哎，十八只哎，不少，代表他真的有在吃。Just the luck of the draw。 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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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还是真的 gank 了。
而且 First Blood 是我们欸 Nice， 这样就对了，漂亮。第一个先出这个黑魔镜抽，可以出血血，我出只眼眼 Go。 这真的不是我认识的冰鸟，我认识的冰鸟应该没有那么能吃冰啊。符文带回魔啊，太毁了吧，难怪他血那么少，这是为了弥补不能。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蛮猛的。代表他要做功课。明明都是我在推兵，他吃兵数竟然还可以跟我持平。而且我没有善用我的被动去丢他，这也是一个。而且竟然出水滴些呢，看来被小看了。最好是先吃光，因为冰鸟的血太薄了，太薄太薄了。冰鸟曾经是全游戏里面血量最低的角色，后来好像变成索纳。我靠！你六等了欸，这更不合理啊！欸，会哦。Nice。欸。丢到喽！欸，太多传送了吧？这是怎样啊？这是怎样？圣台有大哦，不要小看我们啊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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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多人了，不用应该退的。我没有想到我会打输，我们会打输欸，就是我先没魔，冰鸟反而没有。这场几个传送啊，一二三四，神经病哦！一场带四个传，对面三个欸。It's my lucky day。夸张了啦！冰鸟跟你说拜喽。Yeah， 爽！再不退啊，再不退啊！而且不只是四个，连摩根纳都跑来中路玩，是因为知道我的打法吗？啊，又传中欸，又是一个传送，真的假的？接回魔，先丢 W 困住人家行动，再丢冰球啦，笨蛋！这样怎么丢得到我？我还是跑出泥泞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的脚麻掉了。Just the luck of the draw。什么招都没有，最好先不要打起来了，我连 poke 他的机会都没有。Feeling blue, doing it。哦，中了，果然，跟六等的兵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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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纯，哎，太纯了 ，CD 好快啊，对不起，我一个搞错你的 CD 了。黑魔金珠怎么变那么贵啊？突然哦，脚麻了，脚麻掉了。Charmed, I'm sure。一二二哎，
欢的不好。对啊，不是，我知道他 ECD 很快，但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我先清兵。Just the luck of the draw. 没救吗？没救。Deal him.到现在有一大事，有点危险。这不跑不行啊！